和他第一次逛操场。今天迎新咋没来找我呢？我有点不太敢。你不敢啥呀？我害怕你骗我。骗你？那你为啥晚上跟我出来溜达呀？就是有点想你。想我？嗯。那能牵手吗？不能。为啥呀？因为只有谈恋爱才能牵手啊，咱们两个又没谈恋爱，对吧？嗯。这是我女朋友，哥们啊，不好意思，哥们。谁是你女朋友？你呀、啊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三天之后的事儿。三天？你最起码得追我一个月呀，先。一个月太长了，三天吧。七天。五天。五天，那就五天呗。